这件战袍可是战神为灵妖大会新做的。是阿英为我准备的。那看来战神还未曾试穿过。 反正现在也闲来无事，不妨试一试。现在就不必了。若是有不妥，也好让司兵殿及时修改。我自己来便是。 合身的，怎么解不开了？这枚扣子是错龙卯，作战时系上就不会轻易脱落，需外人来解。要不我来帮你吧。还好没耽误时间，如果是急，给阿静买了她最爱的绿豆糕。 若是这么麻烦，就不必劳烦华叔殿下了。等结界开了，我找旁人帮忙便是。是华叔手笨了，他是自己打开了，奇奇怪怪的。我来帮你挂回去吧，到时让司兵殿的人修改一下就好了。